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汉天卫视全新推出的财经生活类栏目《新乐派》。我是欣欣，我是乐乐。大家好，我们的节目呢会关注财经，关注民生，关注发生在您身边的大事小情，希望为您带来更多的思考和满满的正能量。没错，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呢，也为大家呈现最美好的祝福，祝您多金多金，快乐快乐。刚刚呢开场一个气势恢宏的小片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期新乐派的主题呢是要聊聊电影。那么赵鑫，你爱看电影吗？当然爱看电影了。我小时候出国留学早，就是因为寂寞爱上了电影，又因为电影让我变得更加的寂寞。那就说现在还寂寞着是吧？各种寂寞着呢。那你爱看什么类型的影片呢？年轻气盛的时候，我喜欢看枪战片，然后美国动作片、武打片。武打片，对。然后呢情窦初开的时候，我又爱上了唯美浪漫的文艺片，荷尔蒙在作怪是吧？对，没错。然后呢到现在我不知道咋了，越来越喜欢上动画片了。那你真是不可救药的逆生长啊。没错。那乐乐你呢？当我觉得自己的故事不好看时，我就想看看别人的故事。我看电影最投入的时候啊，往往是我内心最纠结、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看喜剧片呢能够让我忘记烦恼，调整心态，娱乐其中。看悲剧片呢，我会和剧中的主人公一起忧一起哭。这时候啊，我就觉得我碰到那点都不是事儿了，因为我碰到的事儿呢，比起剧中的悲欢离合啊，要强太多。这时我的心情啊，就平衡多了，你知道吗？妈呀，这看个电影也要跟人比一比，啥人了，心里舒服。女人都这样。不管怎么说呢，每个电影故事啊，都会带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一个看世界不同的视角。我们在接受它的同时呢，也会化解了生活的不快乐，消磨了寂寞无聊的时光。电影呢真的是一项群体性的工作，这其中呢直接影响观者的是演员和剧情，是后面呢藏着是导演和编剧的思想，在后面呢又有说摄影啊、美术啊、音乐啊、道具呀、编辑啊、发行院线等等，非常的复杂。没错，乐乐，这电影还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在于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让我们脱离现实的人生，步入另一个生命的旅程，然后时间在大屏幕上不断的延长、缩小、浓缩，然后呢让我们更加的，你知道，绽放，说 everything is possible， 看官不同，理解也就不同。是啊，电影呢其实也可以剖析人性，有的时候呢很童话，有的时候又可以很现实。没错。然后呢但每个好的电影呢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和所要表达的东西，带给我们一些视觉和心灵的震撼，让人回味无穷。欢迎回来，这里是汉天卫视荣誉出品的大型财经生活类栏目新乐派，我是欣欣。我是乐乐。那么欣欣呢，我们这期要聊聊电影，不得不说前一段时间在全球热映的一部超级大片，非常的刺激，非常的震撼，那就是速度与激情七。没错，这部电影里面包括了肉搏、枪战、飙车啊，然后英雄救美等等等等，这一切都符合了好莱坞大片的标准。而且我记得里面最有一个镜头，就是一辆跑车呢连撞三栋大楼，还有呢两辆车在行驶当中换人，哇，那炫技太酷了。影片的参与各方有大坏蛋
斯坦森哈，主角多姆团队哈，巨石强森、隐秘行动组织和恐怖分子，这么复杂的剧情啊，讲清楚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但是《速度与激情七》呢，就做到了，整个影片的条理非常的清晰，毫无卡壳和无厘头啊，毫无便秘感。是啊，我跟你说，乐乐啊，这个电影啊太好看了，那整个的炫技呢，都让我忘了身边的爆米花还有那可乐了。其实呢，速七呢也做到了很多的突破。啊，赛车、飙车，还有空降直升机等等等等的，然后都达到了一流大片的水平。最后的问题呢，还是靠精湛的车技呢得到了解决。最后的赢家永远都在街头。这不能不说呢，就是一种致敬。这不是零零七，这不是特工大战，这就是街头，这就是飙车，这就是速度与激情。是啊，作为一部成功的电影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它一些其中的一些漂亮的镜头，还有一些细节，还有主角多姆团队在阿联酋亮相的时候哈，我觉得莱迪飘扬的红色的裙角和阿布扎比湛蓝的这个水面遥相呼应，不能更美了。是啊，而且乐乐我还喜欢速七当中的配乐，哇，每一场配乐，每一次不同场景的切换呢，这个配乐呢太重要了。保罗和米拉在电话亭里的 I Will Return， 还有影片最后的 See You Again 呢，这些歌曲真是感人至深啊。配上 Paula 在速度和激情里的精彩片段，我们看到曾经年轻的他们一起度过了15年的光阴呢，那一刻承认啊，我真的是泪奔了。哇塞，你也太感性了。对呀、啊那么这么好的电影在票房上自然没有让我们失望。速度与激情七啊，在全球公映的时间呢是4月3号，比中国呢早了整整的9天。但它在北美地区的累计票房是3.51亿美元，这其中呢有3200万美元呢是由加拿大贡献的。那么在中国市场，4月12号开画便创造了历史。对呀、啊，乐乐，我这儿还有一组数据呢。午夜场呢就收到了5231万人民币，居所有国内上映零点票房之首。许多院线呢甚至多加开了凌晨2点，还有早晨7点来满足所有的观众。而且呢，他用了12个小时破了1亿，用了16个小时破了2亿，用了20个小时就达到了3亿。太厉害了！而4月12号呢，影片首映日的票房更是高达了近4亿元人民币，而之前的记录呢是由《变形金刚4》所保持的2.23亿人民币。之后呢，该片更是一路狂飙，这个记录大家听好了，2天破5亿，3天破7亿，5天拿10亿，8天到15亿，拿到了20亿，仅仅用了15天。是啊，乐乐，而且《变四》呢，去年拿到了19.8亿，用了整整1个月。最终呢，速七在内地鲸吞了24.2亿人民币收官，登峰多顶中国票房的冠军，创下了多项影史之最啊，成为了内地影史上首部进入了20亿俱乐部的电影，甩出了变形金刚四好几条长安街啊，对啊，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欢迎回来，这里是汉天卫视为您全新带来的财经生活类栏目新乐派。我是欣欣。我是乐乐。今天呢，我们这集我们要聊聊电影哈，我们聊了聊速度与激情七。在速七急速飙涨这个票房背后，到底是什么打动了观众呢？是这个想象力呢，还是好故事啊，还是这个 Power Worker 最后一部电影这个营销手段啊？我觉得这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研讨和商榷的。没错，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刚刚毕业于查普曼大学的新晋导演和制作人辛西亚小姐，欢迎你。欢迎辛西亚。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主持人好，观众好。辛西亚，那作为一位业内的行家哈，你觉得你看这个速七，你的评价是什么？对，
我本身呢并不是一个《速度与激情》的这个特别忠实的粉丝，但是呢，我当时看《速七》的时候，跟着一帮好朋友一起去看，然后我觉得这片子拍得特别的好，特别的感人。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也不是《速度与激情》的粉丝，但是看着看着也流下了眼泪，非常的感人。我看到一些材料写的是，《速七》在中国和全球热映的时候啊，它是获得了一些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那么在美国这个好莱坞的业界，对这个《速七》是如何评价的呢？我想呢，这个《速度与激情》虽然在美国的票房的排名并没有在国际票房的排名上那么的高，但是它也排到了30多位，所以说在美国它的这个业界的这个评价也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这个结尾的15分钟是非常非常的口碑非常的好很感人。那它这个档期呢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模式下，然后能够宣传的让中国的观众呢更多的接受呢？对于中国的观众，因为他正好有个假期在4月份，所以在中国，但是他整体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上映的时期并没有只考虑到这个中国4月份放假这个因素在里边。那么我是这样想，一般来说像速度与激情这样的 blockbuster film 一般是会安排在暑期档，也就是从5月份到9月份这个档期上映。但是今年呢，速度与激情是在一个不是电影的旺季的时候上映的。对呀，那我个人的原因，当然他们内部的原因我不能给你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去年的时候电影对于 blockbuster film 是一个电影的小年。这个是 blockbuster film 是一个大片是吗？对对对，就是像变形金刚呀，复联呀，速度与激情呀这样的大片。去年呢，对于这个片子来说这是一个小年，因为去年有这个世界杯发生了，那么所有的人预期今年应该是一个电影的大年，也就是说不要赶在一起。对，不要赶在一起了。就是说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有复联二呀，然后神奇四侠呀，对，就是各种大片都在今年这个暑期档排的比较满了。然后等到年底的时候呢，甚至有像《星球大战》呀，这个《007》啊，詹姆斯邦德这样的电影上映。所以我想应该是《速度与激情》想要跟这些片子给错过去，就安排在了4月份。那这个保罗的这个意外去世，他利用了 3D 效果，然后让他回归，是不是这个噱头也让他的票房有一定的成功因素在里面？我相信大家去看的并不是指着 3D 技术，大家去看呢是因为是想说这是 Paul Walker 的最后一部片子了，就好像张国荣当年去世的时候，《异度空间》的票房也非常的高一样。就是这个噱头是故事还没有落幕，故人已经不在了，对不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呢，我们其实应该来就是让Cynthia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速一到速七。其实我自己是在速五速六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系列的，你知道吗？好像之前就没有这个概念，好像就是突然之间才知道这个速度与激情系列，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好不好？行，这个速度与激情在它第一部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卡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观众的点，因为所有的电影种类都是它有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两年我流行功夫片，过两年我可能就流行了恐怖片，就是它每一个风格的流行的时段是不一样的。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速度与激情第一部上映的时候，它出来的这个形式其实是我们叫 heist film。heist film 就是小人物，比如说像强盗呀或者小偷呀，他们做成了一件特别美好特别大的小人物取得大成就。对对对，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速度与激情第一部跟第二部走的都是这个路线的。当时的主角呢，第一部是 Paul Walker 和Van Diesel。那么到第二部的时候呢，只有Paul Walker 一个人了。这个时候呢，速度与激情整个这个公司做了一个特别正确，我从现在看来是一个特别明智的决定。也就是什么决定？就是雇佣了 Justin Lin 作为他们的导演。因为从速三开始呢，速三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有两点。第一个，把这个拍摄的场地从美国搬到了东京，就是搬到了日本去，就有一个国际化，就有一个比较这个有异国风情的这样一个格调，符合大片的元素哈。没错。那第二个重点呢，我觉得就是第三部里边没有 Van Diesel 也没有 Paul Walker。为什么呢？我最喜欢 Van Diesel 啊。对，那当然这个是我觉得我自个儿认为可能是有一些金钱上就是合约上的问题，因为毕竟第一部跟第二部他们可能看到说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可
能看到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没有我能想象到它有那么大的发展空间。嗯，所以第三部的时候呢，他选的演员是从世界各地招来的演员，嗯，就你有亚洲人呀，有西班牙裔的呀，就是各个种族的人他都有。对啊，我想起了苏七的一个镜头，那个多姆带着 Lady 去帮他回忆的时候，有个赛车场面，有一个女孩的赛车女郎嘛，就是 Car One， 嗯 ，Car Two， 然后 Ready Go， 那个女孩就是亚裔的面孔，嗯，当然还有世界各国的面孔，她就是这个市场针对的，完全就不说美国啊，非常是针对的整个世界了，嗯，对不对？对，就是你每他让保证每一个地区的观众在看的时候，嗯，他可以有一个人可以叫。我们就 identify yourself with the character， 产生共鸣是吧？对，产生共鸣，共鸣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亚洲人跟我种族是一样的。这样说可能说的有点太好笑了，但是就是我能跟他有共鸣感。我之前看了一组资料说，这部戏是特别舍得砸钱，嗯，用的车有300多辆，其中有230辆都直接用报废了。哇塞，这导演太能夸了，这是非常正确的。嗯，当时我看速七的时候，在看到结尾之前，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公司真是非常非常的敢砸钱。可是我们刚刚之前聊天的时候，你说其实美国电影业现在对投资一部影片是很谨慎的，他不会这样子，一般很少有这样的大手笔。对，当然了，我们也要说，这个《速度与激情》是环球公司的嘛，嗯，是，那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我觉得我砸这么多钱，我是觉得能够收回来的。他们有这样一个小组啊，分析数据啊，各种票房呀，包括之前哪个地区卖得多，他们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就是我能保证这个。这个钱我投进去可以收得回来。那除了在这个汽车上的一些外围的砸钱，那么比如说我就您的专业来说，说一说这个在特技方面，是不是现在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投入？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影片的特技做得太棒了，嗯，它汽车可以飞了，对，嗯，而且汽车是飞机投下来了，来回来去的，是一点没错。现在这个特效在这个行业内，嗯，第一个是非常必须的。你每一部大片，比如说《复联》呀，嗯，《变形金刚》呀，嗯，《环太平洋》啊，就是你所有能想到的大片，它都是非常需要特技的人员，但是同时这个做特效是非常非常的花钱的。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几年前李安导演的这个Life of Pi，嗯，少年派这部电影呢，嗯，就是大量的用特效，嗯，因为全程拍摄，如果你看了幕后，关注了一下他的幕后的拍摄的话，就觉得很搞笑，对，因为整部片的拍摄呢，就是一个男孩在一个游泳池里边坐在一个船上，抱了个木偶，对，也没有老虎，真正的老虎呀什么的，是分开来拍的。同这个片当时在奥斯卡这个颁奖的当天就已经有很多很多这个特效公司人在那抗议，嗯，因为什么？这个公司基本上也就倒闭了。是吗？嗯，对对对，因为特效是非常的花钱的。那就这个影片的回归呢，我们现在说到这个小人物的电影，因为美国都倡导英雄主义嘛，他跟复联啊，还有这些变形金刚这种类型的特技是用真人来演的，这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我觉得它更有血有肉，对对对对，一点没错，因为我们还是要同时看到《速度与激情》它的历史，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 heist film，因为本来就是他们这群人物就是一个没钱没身份，来自街头，比较接地气的这样一群人，而同时你再对比，比如说复联呀，这个变形金刚，钢铁侠，所有这一群人物的时候，他们在变成电影之前，他们的原型是漫画，就是主要是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了。对对对，主要是 Marvel 公司和 DC 公司两家公司做的出产这个漫画，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强大的粉丝群了，在成为电影之前。而且我还要跟两位探讨，我觉得这个速七啊，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什么呢？他用的演员之前好像就是并没有多大的名声，对，很多演员呢都是因为这部片子而爆红，所以我觉得从成本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不会因为这些大牌演员而分他了很多的这种成本。对，现在可能不是特别，对，现在当然不可推而已了，但是当时确实是这样。尤其是 Paul Walker 这个演员，其实我真的是个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在从第一部《速度与激情》，基本上 Paul Walker 他被观众所熟知。就是通过这部电影，他的形象在好莱坞一直就是奶油小生，长得帅，演技不怎么样，直到这个他去世前的一两年，人们才慢慢开始发现这个演员其实演技是非常的棒的，结果一下这个人就不在了，还是挺可惜的。是，对，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节的访谈就到这儿。没错，下一期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做速七的启示录，我们会依旧邀请辛西娅小姐来做客。没错，希望呢能够下次再见啦。下次再见。
嫁给我吧。为什么不早说？导演让我这么说的。这个人叫做小周周，神出鬼没，没有人见过他的真身。他正策划着称霸圣盖国，飞虎队的啥都被他干掉，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为啥称霸圣盖国呢？太没追求了吧。你好吃的中餐都在这里，所以你变得可以吗？不，俺有一个团队。欢迎回来，这里是汉江卫视全新推出的财经生活类栏目《新乐派》，我是欣欣，我是乐乐。今天呢，我们聊聊电影，我们聊了聊《速度与激情七》。这部电影的全球票房是15.2亿美元，而中国呢是这部电影全球最大的一个票仓，没错，贡献了24.3亿元人民币，约合将近4亿美元。一部小小的电影就能产生这么大的经济价值，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和学习。为此呢，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汉天卫视的特约嘉宾，也是著名的学者马可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新乐派。欢迎马可老师。欢迎马可老师。哎，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速度与激情七》这么一部小小的电影怎么能创造这么大的价值。好莱坞电影呢有它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国际化，是第二个是它的美国价值，第三个是它的高科技。刚才你们谈到《速度与激情》，我想它首先是国际化的，对吧？它的导演原来有林导演，后来有温导演，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华裔，对吧？是。所以在美国的这个电影界，实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对。他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只要你能干，你能够使他的票房上升，他就用你，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著名的这个《魔戒三部曲》，他的这个原著是英国的托尔金教授，他的这个导演是新西兰导演，他用的演员包括英格兰的、苏格兰的、澳洲的，还有新西兰的，他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说非得是民族特色、本国特色的这么一说，对，他只要你的故事能够满足全人类的需要，大家爱看就行，对，比如说花木兰啊，比如说这个功夫熊猫啊，那不都是中国的这个文化的符号嘛？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美国价值观的普及或者推广，当然他不是说来搞宣传，来当爹，给你当爹，对吧？他就是一个娱乐产品，对不对？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是这个《拯救大兵瑞恩》，对，拯救大兵瑞恩》就是说这个瑞恩的这个几个兄弟都在战场上死了，那美国的陆军，要把在前线的这个瑞恩救出来，派了这个8个人去救，对吧？他是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演的这么一个人带队去救，是那其中他们的这些士兵都感觉到不理解，为什么我们8个人的命就不如那一个人呢？对呀，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是美国价值观的体现。为什么？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以前读书啊，读这个希洛，就是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波斯王雪西斯带领大军去征服希腊，在路上碰到有一个富翁主动的来捐助来招待雪西斯，雪西斯很高兴啊，赏赐他很多东西，但是这个富翁有一个请求，他说我的5个儿子都在你的部队里面，对吧？你能不能把这我最小的一个儿子留下来，让他能够活下来继承我的财产，传宗接代。那结果雪西斯呢，不仅没有把这个儿子留下来，反而把他儿子给劈了，劈成2半，放在道路边上警告其他人提出的这个请求，
这个价值观可以说的就是非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自由、人性、人道主义、关怀、爱，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是他的文化在征服世界。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高科技，对吧？高科技在2009年以 3D 电影为代表，对不对？据说当时是第一部 3D 电影是这个《大战外星人》，获得很高的票房。后来呢，就是卡梅隆导演的这个《阿凡达》，《阿凡达》席卷22亿美元的票房，对，对吧？那大家看得很过瘾，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电影的成功有它的核心的东西，是。而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需要其他国家的电影所借鉴的。好的，谢谢马克老师。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电影，聊一聊速七。那么下一集呢，我们会继续来看看速七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见。